大家好，我是Paul，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读。这个新闻你大概已经知道，你要是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你是活在山洞里还怎么样。就 Elon Musk 他 tweet 了一下，推特推了一则，就一个我们那个中文诗，就曹植的煮豆燃豆萁，杜在釜中泣的那首。那大家就你的什么意思啊，怎么会讲这个？所以有很多人推测是在讲那个 cryptocurrency 的东西，就是虚拟货币。我们看西方的媒体怎么报道这件事情好了。所以他 tweet 了一个 Chinese poem， 有中国的诗 poem， 常强调这个字有两个音节 poem 嘛 ，poem 嘛，有关于豆豆的 about beans， 那他把它贴标签为 that he labeled humankind， 他给了一个他的标题叫做人类，那他就猜猜看这边在说些什么吧。所以这个是这真的是已经旧闻了，说真的，来，所以我们看一下下面说什么。所以 Tesla 的 CEO 啊，他就 po 了一个诗。然后呢 ，He didn't pen the poem。这边说了，这有点小，我把放大一点点好，希望大家可以看清楚一些。所以这个 pen 的意思 ，He didn't pen the poem 什么意思呢？这不是他写的。所以 pen 这个字除了是笔的名词之外，还可以当动词，就是作者 author 这个字。OK， 那 author 事实上也可以当作动词，也就是也是写哈，写东西。像例如说你写程式的，你真的可以用 author 来当你的动词。好，我们这里先不扯。所以他这首诗一般来说就是说这个曹植写的。So it's commonly attributed to a Chinese poet, 曹植 Chao Ji. 我们这边这个 attribute 这个字真的应该不用再讲，我们真的很常很常讲。我们说它叫做归功，不是乌龟的归，功劳归给谁的功，也可以是归咎。所以简单的说它真的就是归因而已。OK， 我应该这样来讲，归因，所以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归功或者归咎 ，attribute。所以这首诗是他写的 ，so it's attributed to 这一个 Chinese poem。那你看这个词，曹这个字，我相信这个是拼音的关系哦。那曹的发音它是 C A O， 那曹植就是 Z H I， 是它的植，所以 C A O 发成曹的音，希望你可以接受。我这边讲一个自己。长大的一个故事，我们小时候玩那个《三国演义》，各版的那个《三国演义》，光荣公司出品。那我们小时候玩可能可以玩中文版的，可是你知道，如果外国人想玩的话，他不会中文，他又想玩，那外国人怎么玩？他就可以玩英文版。所以这个我知道，我们游戏很多有汉化，有没有？所以也有些游戏真的被英文化了。所以这个《三国志》这个游戏也有被英文化。所以我们在学那个英文的时候，在国外住的时候，看到这个《三国演义》这个游戏。一方面亲切感，一方面学到一些我们当时觉得很奇怪，可是等到慢慢年纪增长之后，发现不是很奇怪的英文，就像是一些名字，那里面有个角色叫做 Lubu， 给你猜是谁？吕布，吕布，吕布，吕布啊！还有一个角色叫 Cao，Cao， 我们那时候看到都笑了。What the hell is Cao？Cao， 他是曹操，你会念成 Cao，Cao， 可是不是，因为我们知道这里的发音真的哦。你看这个文章里面报道，这 Insider 这个报道，他也把曹翻成了 CAO， 我不太确定是汉语拼音还是什么拼音啦，还是通用拼音，但总之他的拼法是 CAO， 那他的发音就是曹操的曹，那曹操的操，因为我们曹跟操事实上就只是音不一样而已，曹操曹操操操跟一声跟二声啦，简单的说，或者二声跟一声曹操，那没办法啊，他发不出音来啊，发不出这个音调上扬上下、啊，所以曹跟操都是 CAO CAO。所以你必须把这个念成曹操，对，好了，那就这样子。那然后再来就讲下一个《三国演义》到底英文要怎么说，还蛮有趣的哈。他有讲到 romance 这个字，你想啊 ，romance 不是罗曼蒂克这个字的名词吗？罗曼史有没有 ？Well， romance 这个字或者历史上的那一个浪漫时期哈，就是那个艺术的那个分类有分不同时期嘛，文艺复兴啊，文艺复兴啊，或者是什么？印象派啦，后印象派啦，什么这些的，所以有一段时期就叫做romanticism 这样子。那你就要知道 romance 这个字不是只有男生女生的情怀而已，只要是你觉得有那种让人家窥探的感觉的东西，大概都可以称为一种 romance。所以像如果你记得很久以前有一部片叫做《魔球》（Moneyball）， Brad Pitt 演的，它里面就有一句经典台词 ：“How can you not be romantic about baseball？” 你怎么能对
棒球这个运动没有浪漫情怀呢，这样子。所以浪漫这个字真的不要把它只想成男人女人之间的那种而已。所以，《三国演义》的英文怎么翻？就叫做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三国嘛，三个 kingdoms。So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这样子，这就是《三国演义》的英文翻译了，蛮有趣的哈。OK， 演义这个词它翻成了 romance。OK， 扯远了一点，回来这里。所以他说这个诗是超智直写的，Who lived from 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 ？Good, cool, that's fine。然后呢，这边有一个，我找了一下这个词叫什么玩意儿。所以他说啊，他被发表在 in the year 430， 西元430年 ，in a classic text called A New Account of Tales of the World。我要抓了抓头，搞不清楚在说什么。那翻完中文之后才知道，这本书 A New Account of Tales of the World。先你猜猜看。但你猜的时候我给你一些线索。Tale 叫做故事。Tale of the world 就世界上的故事。A new account 就是一个新的一个说法，新的 account。所以 ,A new account of Tales of the world, 中文翻译叫世说新语。哈哈，好，你都知道这本书了，那这样就 OK 了。所以这有关 beans, 那 or rather, 或者也不要说只是有关 beans, 它是把那个 beans 当成是一个 allegory 这个字。So, or rather, it uses beans as an allegory to describe a conflict between 曹植 and his powerful elder brother, 曹丕。Cool. 所以它被当成一个 it uses beans as an allegory. 所以 allegory 这个字我们就看一下了。Allegory 我去找了一下，它翻译成寓言。寓言。可是我从国中就学过一个词叫伊索寓言的寓言，叫 fable。那这个也是寓言， allegory 也是寓言。如果你是用 Tinder 的同学没有看到的话，这个寓言不是那个预言未来的寓言。预知未来的预言 ，no， 这个预言就是刚刚讲的伊索寓言的预言。那这两个东西有什么不一样呢？就 fable 跟 allegory 的分别。所以我刚刚也找了一下下，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一起学点东西哦。So fable 是一个 short story， 这里说了 ，fable is a short story， usually with animals as the main characters， 还用动物当成主角，你知道吗？伊索寓言一天到晚用驴子啊，或者是马啊、狗啊、狐狸啊这一些的。所以它是来 convey 一个 moral。那 moral 这个字 ，again， 我们说故事的 moral 就是故事的教训。所以这里的 moral 并不是道德的意思。所以用这个故事来 convey 一个教训 moral。An allegory is a work of art。所以 allegory 是一个艺术的表现，艺术的呈现。所以诗很 OK。So it's work of art that can reveal a hidden meaning。它里面底下藏了一些隐藏的 meaning 在背后。通常也是有 moral 的 importance 就是了，所以他这边把曹丕这一首曹植这首诗当成是一个 allegory 就还不错，他不是 fable， 因为不是一个 story， 好酷哦，所以我们多学了一点东西，还蛮不错的 allegory 这个词。好，那再往下看下去，所以这就是那个 tweet 哈，他真的用中文，所以外国人完全看不懂。那当然西方人会对 Elon Musk 任何 tweet 出来的东西都非常有兴趣。他是一个这么有知名度的人物，所以当然马上找了这个源头。那酷，我们这边就看一下这样子。所以 humankind 主动难度，这个到底念记还是起啊？我真的有被考到哦。我们不要跳到他的 Twitter 那边去。来，好诗我们就不看了，我们要讲解这个东西。所以这边他也讲了，这是一个七步诗 ，so 它叫做 The Seven Steps Verse。Verse 呢，其实就有一行一行的那个，像基本上饶舌的一条条也可以叫做一个 verse。那圣经的章节里面有分。第几段跟第几节，那个节就是 verse， 所以像 John chapter 10 verse 11之类的，所以第几章第几 verse，OK，、okay? 所以 verse 这个词讲应该没问题。那多讲一个片语好了，就是有一个被动的片语，就是 be versed in，be versed in， 它的意思就是对什么东西在行啦、啊、熟悉啊或者这些的。好，所以这边的 the seven steps verse 没问题。那它的翻译我们也不看了，无所谓，其实没那么重要。翻译有其实。各种不同的翻法哦，还是应该看一下，看一下好了。好，所以这边说了 ，beanstalks are ignited to boil beans。这个 beanstalks 的意思就是那个，就是豆子的那一个杆子的部分 ，stalks。那被烧起来了 ，ignited 就是燃烧 ，boil 就是煮沸，来 boil beans。The beans in the pot cry out， 所以里面的哭beans 就哭了这样子。We are born of the self same root。其实 self same 这个字我也是今天才看到，所以。我也学到了点什么，所以那它不难猜 ，self same 同一个了这样子。那我刚刚去找了一下 ，self same 的意思的确就是 exactly the same。So we're born of the self same root 同根生。Why should we
incinerate each other。 incinerate 就的确是烧这样子，像谁谁过世的尸体去烧，其实 incinerate 就可以用得上，大概是。With such impatience， 干嘛那么急着，这么不耐烦的着急也可以啦，去来烧彼此。好，所以这样就 OK 了。那我们再看几个片语就好了，这边说了，就传说啊，这个 poet 他的 brother， 那他就继承了王位嘛，对不对？然后就想要杀掉这个弟弟嘛，因为他怕他篡位，对不对？所以这边这个 legend has it 就是根据传说。那这个高中很爱考，其实我相信如果你是高中生的话，可能在月考的时候看到过，所以你用 legend 也可以， rumor 则是谣传哦。那 legend 的话比较不是那么谣传的感觉，因为 legend 听起来比较好一点点，说实在的。这样的 urban legend 乡野传说或之类的，好 ，rumor 则是谣言这样。好，那这两个都可以用这个结构来说。那 rumor 还可以用一个被动的用法 ，it is rumored that 接下去，但是却不能用 it is legended 啊，所以 legend 这边是不能用，你只用 rumor 可以变成被动的。那他怕他的弟弟篡位，所以下面有讲到一个，所以他是一个曹丕是一个 jealous ruler， 他是一个很 jealous 的。jealous 怎么翻呢、啊？很嫉妒的，很善计的一个 ruler， 那他就 accuse 他的这个弟弟 of trying to usurp him， 所以 usurp 这个词就是篡位，那 usurper 就是篡位者这样子。好，这应该没问题。那后来下面就说了呢，他就叫他七步内伸出这个诗来嘛 ，right？ So he summoned 曹植 to court， summon 就是把他找来 ，and told him to create a poem within 7 steps that would convince the king of his innocence。所以这首诗呢，能够说服他是无辜的。曹植就 comply 就是配合了 ，and recited the above， 就把楼上刚这首诗 recite 了出来。事实上是生出来，你知道吗？所以 recite 比较像是背出这样的感觉。所以或许他这边有一点点说的不太到位，我觉得，因为像我如果把这个诗背起来，我 recite 出来，那是我把它背起来，不是我创造的。据我们知道，曹植是一路走就一路想出来，所以非常的有才华，必须说。所以他把这个豆豆 compare 他自己 ，OK。所以根据这个 tale， 根据这个故事，曹丕就 so touched， 非常的感动。He spared his brother's life。所以 spare 这个词饶过了。我记得我们上礼拜、上上礼拜说过饶过这个词 spare， 我们这里就不再说一次了。那总之，这个媒体啊，或者说人们啊，就觉得，哈，你在干嘛？你讲这个干什么呢 ？So it has baffled people on Chinese social media。所以 baffle 这个字就让人家哈说不出话来，所以让人家 speechless。OK。Speechless, baffled, 无语啊，无语这样子。好，所以我们讲到这里大概差不多，我们来小小复习一下下。今天讲到一些不错的一些词。So, 复习时间。一开头 ，pen 这个字，刚刚用的用法是他写的，不是他写的，所以他 Elon Musk 没有 pen 这一首诗，可以理解。我刚刚说了 author 也可以当成动词 ，OK, author 也是写的意思，它本身是作者的名词哈。Attribute 不要再说了，归因归功。哦、以前的 episode 你应该真的看过这个词了。曹植，曹这个字 cao， 吕布是吕布，曹操就是曹操，曹操、哦、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哦、三国演义翻译成了 romance， 演义这个词。好，寓言有两种 ，allegory 跟 fable、哦。那这两个的话，一个是有故事的 fable， 那一个艺术作品的藏着一些里面的含义的叫做 allegory， 可以。那 verse 这个字，刚刚说的是一节一节，像一行一行话之类的，一条一条 verse。所以刚刚的四句的那个诗，好，四句的诗就是四个 verse 这样子。那 be versed in something 就是你对什么事情是强项这样子。那下面说了 ，legend has it or rumor has it that 接下去一个句子就是谣传或之类的，也可以把它说成 it is rumored that 接下去 it is said 好啊、usurp 是篡位。Usurper 篡位者 ，spare 饶过他、baffled speechless， 所以这个 Elon Musk recite 的这一首诗让大家都觉得很 baffled。好，讲到这里大概 OK 了，我是 Paul，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我们下次见。